想想，我已经在这些一系列的音乐会里面把薛之谦都弹完了，我有种松一口气的感觉。第四首是整个薛之谦里面最困难的一首，音乐也好，技巧也好，那我也很喜欢这一首。我们开始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